我们掌声欢迎快乐大本营的好朋友，著名的魔术大师 Eve， 欢迎他。欢迎。嗨，大家好，我是 Eve。哇哦，第三次上快本，真的有种很激动，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很多人会问魔术的创意来自哪里，像这次快本20周年，我来之前我一直在想，20年前的我们是什么样，海涛，20年前的你是什么样？哎呀，20年前的时候，我能比现在瘦一？哎呀，20年前胖吧我。我应该会比原来就是瘦一圈。其实很多朋友20年前还没出生，但是很多人都会说，20年前的我们，20年前的世界，比现在纯真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多没完没了的信息，然后一堆用不完的APP， 然后还有一堆用不完的自拍，还是带美颜功能的自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繁杂的生活里，有没有想过清空，就是有时候真的清空自己的脑袋，把这些繁杂的东西，不用的这些东西全部的拿出来，把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这几年是什么？可能是这个回忆，这就是很多照片。我觉得照片放在手机里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应该把这些照片全部的拿出来。来，海涛帮我拿着，啦啦啦啦啦啦，把所有这些照片拿出来。对，然后回忆一下你当时的你们，看一下看一下，当时你们当时那些笑容，当时的，好清晰啊。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很繁杂的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还好我们的 logo 没走。vivo， 有时候真的很怀念20年前那个时代。我还记得当时的相机长这个样子，还记得吧，怀老师？当时的相机。而我小时候除了魔术，最喜欢的玩具应该是这个魔方。你们谁玩魔方？我。你会拼吗？现在会拼一面。会拼一面。嗯。你们玩魔方吗？我玩不明白，小的时候喜欢，但玩不明白。能拼回来一面吗？这样吧，初学者可以从这个小的开始。镜头可以看一点，我这个衣服上面，一个小的魔方。如果你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想象这个小的魔方也许可以在这里慢慢的变立体。如果这个小的魔方就在这里，慢慢的，仔细看，慢慢的，这是个真的魔方，可以摸摸看我的衣服，来摸摸摸摸看，摸摸看我的衣服。所以嘉哥，你会拼魔方吗？我是。这样吧，吴昕会拼回来一面，我们做个魔方比赛，你和嘉哥、何老师三个人，快乐家族魔方大赛开始，我们看谁能先拼回来一面。可能时间不多了，可能时间不多了。我是确实不会。这样吧，我们先放回来哈，我们先放回来。大家可以看，经过打乱的魔方，每一个魔方的颜色的排序都是不一样的。何老师，两个魔方随便拿起来，拿两个，三个魔方随便拿两个。这两个吗？给我一个，我们用这个。OK， 海涛，你一只手，让这个魔方不要离开镜头。大家可以看，每个魔方颜色的排序都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一个魔方有4300万兆种不同颜色排序的可能性，是这比宇宙诞生的第一天到今天的天数还多。简单来说，就没有两个魔方是一样的。但你们知道现在把一个魔方拼回来，一个乱的魔方拼回来，世界纪录是多久吗？几秒钟吧，我觉得4.7秒。4.7秒。今天快本20周年，我来挑战拼魔方世界纪录。我说开始，大家帮我倒数5秒钟。 OK， 开始。5 4 3 2 1。你们数得有点快。正常的五秒不就是这样吗？有点尴尬。但没有拼回来也没有关系，就像我说的，一个魔方有4300万兆种可能性。如果这世界上真的存在奇迹般的缘分，
也就是我的这个魔方和何老师的这个魔方其中的一面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有两面一样那就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有三面一样那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四面、五面、六面。但我觉得现场还是有些观众期待这个魔方到底能不能拼回来，这样吧，真正帮我倒数五秒钟，开始。五、四、三。我们可以发誓，用快乐大饼20年的经历发誓，我们没有任何泡过妆，是真的在。现在才第一次见到。对。然后其实，这个小时候的这个魔方，大家可以看小时候这个魔方，我们还是把它放回。这个想象的世界里面，我们把那个大魔方变没了。我以为那个大的是给我的，你给摁回去了。啊，我们在拼魔方没？差一点，好可惜哦，还差一个。没关系，可以回家再。刚才听何老师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你说《快乐大本营》是你做了已经半辈子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就是你们能不能意识到一件事情坚持半辈子是什么概念，就是快乐大本营已经像天上的空气地上的土一样陪伴我们这么多年。20年前在湖南长沙这片土地上，一个快乐的种子10年前在这里找到属于它的生命，一个快乐的种子在这里发芽了。这么多年过去，这么多风风雨，我觉得周遭的一切都在改变，但有一种东西一直没有变，也就是快乐大本营不会因为走了多远而忘了当时为什么出发的。所以我觉得我每次来这里，我作为一个快本的观众，每次来这里看到快乐家族，看到你们，我真的看到一样一直没有变的东西，那个就是初心。在一颗木桌子上是不可能一瞬间长出这么多的生命的，但 if 的话让我愿意去相信，就是只要你坚持，你不变你的初心，你就可以创造奇迹。谢谢 if， 谢谢。